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時候話：過去兩年，本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衝擊，出現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大風險，但中央始終依法辦事，及時令香港由亂向治。前特首梁振英就話：中央確立起草基本法過程是民主最高體現。在這個極不容易的過程中，中央堅守對一國兩制的初心，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理想的坚持、对信念的坚定和那份来自共产党制度优势的自信。作为现任行政长官，深度参与过去两年有关的工作，这是我的深刻体会。基本法的咨询为期四年多，是香港至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咨询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仅开创了以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和主权问题的先河，也树立了民法治和民主的典范。